季老师，你找我啊？嗯，这个还给你。不，这个你拿着。我知道，那天傍晚，那天傍晚是我错了，是我妈这个人吧。 你跟他硬碰硬，他就跟你杠到底。我理解。吉皇，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好好的劝我妈。 冷静一下也好。冷静？你说冷静是什么意思？分开一段时间。你是说分手？是的。 季王，你知道我的态度的，现在不是我的问题，是我妈妈她的问题。明明你自己可以决定的事情，为什么偏让你妈来帮你决定呢？我没有办法辜负她对我的养育之恩。养育之恩。 并不等于全部复仇。彩虹，彩虹，怎么了？ 你们又吵架了？哎，瞧你这眼睛肿的，什么事儿哭成这样啊？你妈又说你了？哎呦，是阿姨给我打的电话，她不放心你，特意让我过来看看你。季华跟你发脾气了，生气了？你们两个分手了？ 哎，有什么事你倒是跟我说一下啊！哎呀，行了，啊，别生气了，坐，找个地儿带你娱乐娱乐，开心开心，走走走，啊！有什么事你要跟我说呀？你知道我多担心吗？你知道阿姨给我打电话，我多着急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？有我在呢。 的幸福我不能承认，所以我习惯用怀疑的口吻提醒自己，别陷太深。爱是我拥有的最好身份，不需要人。好吃。 别看它无色无味的，味道一级棒。这就对了，你看有点颜色，感觉整个饭都变得好吃了呢。那我们叫饭吧。好。